梦回肠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老虎。咱们来看比赛啊，观战方直接开局触发了一手侵蚀，直接飞机飞出去啊。这个飞机打出去的话，打宝宝伤害还是非常可观。打对战方的一个人打不动呀，对战方一手杀人圣恶拍在观战方的一个脸上，观战方当场被干出了163。对战方分光给到宝宝一手路遇金钱，守掉观战方人物的一个尸体。观战方平 A，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是绿了，观战方出宝宝，对战方拉瞬机守观战方尸体差一点点，观战方继续飞打对面800血，对战方的一个抗性还是非常的无敌，对战方给观战方的一个孩子丢铃铛。可以看到观战方的话虽然是一个物理，但是速度的话还是要比对面的一个化生丝快啊。这个方寸啊不愧为第一，这个门第一这个速度的一个门派，因为方不是女儿村啊，因为女儿村本身的话它的一个门派技能它就是加这个速度的啊，有加速度的一个技能，所以的话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啊。观战方出虚拟，对战方这只上了风光的一个琵琶精秒过来，伤害的话感觉有点虚啊。观战方继续漫天4000多，观战方弹出163，对战方来一手救死扶伤，对战方这只高攻的话是拿掉观战方的一手虚拟，观战方继续漫天，漫天的话是可以增加自身飞机的一个前置技能，观战方人物继续摸，观战方直接选择拉地听，观战方再次压倒观战方人物的一个尸体，观战方把自己给舍满，观战方直接地听轮子走起，这个地听的话感觉威力并不大啊，观战方的一个抗性非常好啊，纵使用了很多次的一个舍身，这个防御的话也是依然很高啊，非常考验观战方的一个输出能力。观战方地听，观战方再出宝宝，直接出灵阵。对战方再起一手盾，观战方漫天继续冲刺，1400啊，直接拿掉对战方，恭喜观战方拿下比赛。